我们今天来做一杯柠檬鲜奶茶，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冰块、茶汤、冰糖浆、牛奶、特调组、柠檬片、柠檬冻冻。先在500出品杯中放入柠檬冻冻，在雪克杯中放入香水柠檬，轻轻导出它的香气，加入冰糖浆、绿茶汤、特调组、牛奶、冰块，雪克均匀，倒入出品杯中。这杯柠檬鲜奶茶就做好了。